老板，你找我呀？啊，那个贝贝啊，然后一会儿去财务领2万块钱啊。干嘛呀？跟我回趟老家，然后着急见我爸妈啊。不是老板，怎么是我呀？我不去。不是刘贝贝，你不识好歹是吧你？假装女朋友啊？我不去，老板。你怎么不去啊？你不识好歹是吧？你知道什么？我爸妈就喜欢他这一款，非他不可。那10万块钱，老板。刘贝贝，你坐地起价是吧？反正没有10万，我走不了。不是，没事，老板，我有办法。那个，你就跟你爸妈说，刘贝贝得病没了。啊？对呀。不是。去不去啊？不去啊，走啊，老板。5万也行，老板。2万，老板，嘿，200行吗？你说的啊，200。走，我走。哎，老板，我不去。刘贝贝，哎，把拉链拉一下，快点。好嘞。老板，老板，老板呗，老板怕什么？刘贝贝，啊，喜欢拉拉链是吧？不是，老板。啊，走，跟我回家。啊，跟我回家了。我拉不够1万次，不准。不是老板，我不喜欢拉拉链，老板。